一起来锻炼吗？一起来吗？是啊，等会儿，等一下呀。没点关注，点关注了，点了关注，点了关注是干嘛？就点点赞赞呗，对吧？等会儿一起运动哈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
你要求的挺多的啊。不知道你找的你家里那个是什么样的，要求挺高的。没开空调，出汗了，没开空调。需要表扬你，你是个完美主义者。
室没进的也不能开。小气的连一个灯台都不愿意亮，你还说，表扬你，没骂你。是个人就可以跳，运动部分蓝领。就你，你吃醋的对不对？专吃醋的吧你？他说你专吃醋的。你们都吃醋是不是？就跑步，我就想跑跑步而已。
是女孩子家，是女生就家。
倒是没什么关系啊，这变化。我一直在等你，一直在等你，你竟然不来，我跑了半个小时了，你都不来。怎么了？感冒了还是睡多了？腰带蕾丝吗？喜欢的。不过腰粗的人是系不上的，1.8的腰就可以系上，1.8-1.9就可以系。啊，要看我练舍兵的。3个 VIP 我就可以练了啊，3个，这里点这里进去，开通 VIP 直播。
Thank you.
我
I'm going to go to the hospital.
下播了哈，下播了。我得去搞卫生去了啊，搞卫生去了。你没看我搞卫生吗？还是你们来帮我搞卫生。看我搞卫生啊，看我搞卫生。走了，下播。没点关注点关注啊！点了关注我下播了哈。大哲，大哲今天是不是？你看到你就怼你是吧？你来个热气球我就不下。老姨没下班。干嘛？我老公天天在家，
我老公就没离开过家。对呀，肯定不会离开的。不缺，不缺啊。拥抱你，给特别的你，你的眉目飘不过我的眼睛。给特别的你，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。我散播了啊，真的搞卫生去了哈，不跟你说了，我搞卫生去了。那个谁谁大侄大侄，你昨天答应我的，你都没刷个热气球给我，刷个热气球我下给特别的你，寂寞逃不过我的眼睛。